生蓬荜会理事上台主持，有请。亲爱的嘉宾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亲爱的球友兄弟姐妹们，好久不见，大家好。今年是兔年，林兔呈祥，生机勃勃。现在是春天，春暖花开，万象更新。春季到来，喜事多，小有社庆四十年。太平山下聚一堂，载歌载舞同欢庆。今天你看，这里四面八方的来宾满座。你看这里喜气洋洋的侨友满堂，这里呢像过节一样的快乐热闹，这里充满了欢乐祥和团结友爱的气氛。四十年来，侨友社爱国爱港爱侨爱乡。四十年来，侨友社团结和谐，互助互爱。四十年来，侨友社由小到大，由少到多。四十年来，侨友社会务兴隆，生机勃勃。我们侨友社走过了四十年光辉历程。侨友社是一个团结的社团，一个有爱的社团，它是一个和睦温馨的侨友之家。侨友社有今天的发展和进步，全赖今天在座的各位热心人士的关心和支持。没有你们的无私奉献和爱心相告，就没有侨友社的今天。在此让我们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。三年多了，今天是侨友社疫情之后第一次举办超过500人的大型活动，所以呢显得非常的珍贵，非常的难得。今年底呢，侨友社一事并进，进行了第18届的理事会换届改选。在大家的努力下，涌现了一批年轻有为、敢理台湾重担的积极分子，走上了领导岗位。是的，新班子、新面貌、新活力。今天新班子就会登台亮相，值得庆贺。大会即将开始，现在宣读出席今天盛会的主理嘉宾名单。中联办协调部副部长陈泽涛，中国侨联副主席、香港侨界社团联会首席主席余国春，全国政协委员、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会长黄楚基，广州市统战部副部长、侨办主任江凡，广州市侨联副主席李妙坚，香港华侨华人总会会长、香港特区选委陈坤，珠海市侨联主席张英龙，广东省侨联二级巡视员庄友林，深圳市统战部副部长刘鑫，韶关市侨联主席钟山红，中山市侨联主席刘志飞，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公关委员会顾问、香港特区选委吴清焕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教授黎明选，全国政协委员、香港贵州文化交流基金会主席程燕，肇庆市侨联副主席黄宇辉，贵州市侨联副主席蔡敏儿，厦门联谊总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毅力，中联办协调部处长潘俊，
江苏渔港同乡联合会名誉会长、香港特区选委马忠礼，香港侨界社团联合联会青年事务委员会主任、香港特区选委于伟杰，香港江苏社团总会副会长、香港特区选委唐伟年，澳门归侨总会副会长毕志健，香港华侨华人总会常务副会长、香港特区选委黄慧珊，澳门归侨总会副会长梁玉群，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委员会香港特区选委梁泽圭，香港山东社团总会执行会长、香港特区选委刘爱丽，香港基美校友会会长李凤霞，仁爱堂前主席王大东，仁爱堂前主席严卓峰，仁爱堂前主席郑慧贤，侨友社会长、香港特区选委王景辉，侨友社主席、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主席黄英来，侨友社主席、香港侨界社团联合联会主席黄清贤，侨友社永远名誉会长、力进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刘湘尚，侨友社永远名誉会长、香港侨界社团联会秘书长廖宇轩，侨友社永远名誉会长、渔港万隆校友会永远名誉会长洪素玲，侨友社永远名誉会长、侨界社团联会主席吕润基，侨友社永远名誉会长、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主席李立聪，侨友社永远名誉会长、香港高校联会会长李长胜，侨友社建事长白月英，侨友社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郭文义，侨友社永远名誉会长、中医管理委员会成员张瑞静，侨友社名誉会长、华侨大学永远荣誉董事许培新，侨友社永远名誉会长、湖南省政协委员黄锦强，侨友社永远名誉会长、香港侨界社团联会司副梁志明，侨友社永远名誉会长、香港北京联谊会会长李达生，香港侨友社名誉会长、香港侨爱基金会董事会副主席彭永开，侨友社常务副会长兼永远名誉会长李斌，侨友社常务副会长李秀贵，侨友社常务副会长林素珍，侨友社常务副会长兼青年委员会主任黄克良，侨友社常务副会长郑义兰，侨友社常务副会长林炳雄。对以上各位来宾的光临指导，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表示衷心的感谢。现在庆祝香港侨友社成立40周年暨第18届李建士